食安全、找婚姻是农业首都的重要政策。婚姻关卫生局为着要执行这项政策，三年前伫学术界协助下，开始执行安全美食的认证制度，维护消费者食的安全。食品安全的一个认证计划，从餐饮的卫生、制作的流程、配菜的包装，整个餐厅的安全，那透过我们学术界的帮忙跟协助。经过三年的努力，今天呢就把成果在这里展现给大家。目前婚姻专管的食品业者通过这项安全美食认证的店家，拢总有225间。卫生局今天就伫体育馆举办一场盛大的安全美食成果展。那我们目前通过认证的，包括我们的餐厅、烘焙业者，包括我们的特色小吃。我们总共有225家的餐厅通过认证，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考验，代表我们引领的这些业者本身非常非常的努力。因为年底全国农业博览会特别登场，卫生局希望这些安全美食会当提供来参观的民众一个安全更好吃的消费环境。2013农业博览会将有大批的游客。我们大批的贵宾进驻到我们林县，我们必须让他们看到林林在色的美食以外，一定要让他们非常安心，吃得非常的健康，吃得非常的放心的。卫生局今晚也真期待婚姻的安全美食会当得到全国消费大众的肯定，吸引游客多多来婚姻消费，促进地方的观光事业。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